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框架展开公开咨询，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是我们珍而重之的瑰宝，要令它永远明亮耀眼，世代相传，需要你我携手努力。咨询文本可于文化局网站下载或到以下地方索取。欢迎你在12月8日或之前透过邮寄、电邮、传真或网上提交意见，又或者出席公众咨询会发表你的宝贵意见。